1831集，踏天路，空灭道。与此同时啊，那太初本源真身、末灭本源真身同时迈步，化作黑白两道光芒，瞬息临近，一一融入这黑发亡灵体内。我叫做陆墨。那黑发亡灵神色露出狰狞，咆哮成为了嘶吼，其身体内立刻有重叠，却是那其余四具真身之影出现，看其样子似要将这些真身逼出身体一样。没有人可以御驾于我，我是陆墨。他嘶吼中啊，身体内的重叠虚影竟被逼离了数寸，看去颇为诡异。第二声冷哼传出，使得那黑发亡灵身子一颤的同时，五行真身出现在了黑发亡灵的上空，其千丈身躯蓦然缩小，爆发出了庞大的五行天地之力，化作一只大手压下这黑发亡灵。我是陆墨。那黑发亡灵猛地抬头，双目露出毁灭之意，正要反抗挣扎的瞬间，其所在的四周方圆万丈内立刻出现了一股惊天的威压。这股威压内存在了一股庞大的神念，这神念操控天地之力，狠狠地向着那黑发亡灵逼压而去。更是在这一刻，黑发亡灵的身后出现了一个罗喉的虚影，那罗喉的样子四分五裂，但却有无数黑丝牵引连接，在这威压下慢慢地融合。随着其融合，那黑发亡灵身体上的重叠虚影赫然不再扩散，而是向内融入。因你是我亡灵的第二具真身，故你才是陆墨。从此之后，你将代替我亡灵行王某一切之敌，传王某毁灭之念，陆王某不利之魂，此名陆墨，道号刑法。一个浩荡的声音在这天地内回荡的刹那，却见这黑发亡灵身后的罗喉虚影从四分五裂中完全融合。至于这黑发亡灵的身体上那四个重叠虚影，更是随之完全融入其身，从此不分彼此。威压散去，天地如常，黑发亡灵依旧黑发，站在那里缓缓地抬起头。我是刑罚陆墨。其声音平静，透出无尽的冰冷，没有丝毫情绪，无情至极。它代表了亡灵的杀机与毁灭，会让苍天一颤，大地抖动，让一切亡灵之敌为之恐惧。其抬头中啊，那冷漠的目光向着远处一扫，这一眼之下似可以穿越无尽距离，直接落在了那石鼓皇城外的原始山一端的牛角上。那潘西坐在那里，此刻一脸震惊的宋天。不好。宋天身子一颤，倒吸口气，起身下意识地站起，神色大变中右手一把抓住赤蛮，身体蓦然飞起。就在其飞起的瞬间，他方才盘膝而坐的那一端牛角轰然坍塌，化作大量的碎石脱落。罗侯郡内，在那罗侯大凶之魂被亡灵吞噬吸收，借来融合杀戮之魂的刹那，大殿内的祭都整个人身子一颤，喷出一口鲜血。在这口鲜血喷洒而出的瞬间，他体内似有一道无形的封印蓦然崩溃被打开，基督皇子双眼流出奇异之芒，他能感受到自己身体内似有一股力量在苏醒，这股力量充斥其全身，让他闭上了双眼。大殿外，天地之间，黑发亡灵杀戮真身缓缓地收回了看向那石鼓皇城原始山的目光，其目内一片冷漠，无情至极。在其旁边则是五色光芒转动的亡灵五行真身。这两具真身呢，尽管相貌一样，但给人的感觉却是迥然不同。
那五行真身代表了亡灵一生的修为，会给人一种柔和但却属于强者的威压。那杀戮真身代表了亡灵这一生的血腥，冰冷中透出无情，让人望之心寒，不敢接触。真身归位。半晌后，一个平静的声音从那大殿密室内传出，回绕天地间。五行真身猛地低头看向行宫密室，其身一晃，化作五色长虹直奔大地而去，转眼消失不见。至于那杀戮真身，同样没有丝毫犹豫与迟疑，一头黑发飘摇，一身黑衣被风吹打，缓步走向大地，化作一片黑丝渐渐消散。在行宫内的那密室中啊，王林盘膝而坐，其身前五行真身与杀戮真身平静地站在那里。他看着这两具真身，双目露出凝重之意。百年的修行终凝成了这杀戮真身，眼下就要看看与我本体融合归位后，修为能否从之前的空劫大圆满再攀升一步。若修为可以再次提高，或许我就可以完全驱除那先皇连道真魂内的祖术之力，彻底操控此魂。王林深吸口气，目光从这两具真身上收回，看向了密室半空中那被其灵魂之火焚烧炼化了百年的先皇之魂。此魂金光闪烁间，其内的灰败之感已然不再蔓延，而是被凝成了婴儿拳头大小的一团，在那先皇魂的体内无法被最终驱除。我的修行与旁人完全不同，空劫大圆满后会有天尊与月天尊两个后人加进去的称号，而实际上无论是天尊也好，月天尊也罢，全部都是属于空劫大圆满的范畴。而我每一次修为的提高是按照境界来划分。王林忽然有了期待，他想要知道自己若真的修为提高，那么从空劫大圆满后的那一步到底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大天尊吗？亦或者是……王林目中露出狂热，喃喃起来，亦或者是第四步。只是这天地间真的有第四步存在吗？莫非先祖古祖等人就是第四步？王林目光闪烁中压下心中的期待之感，右手抬起一只五行真身，蓦然间呢，此真身一步迈来，与王林身体瞬息重叠，盘膝坐下时完全融入一体，不分彼此。在那五行真身融合的一瞬，王林白发无风自动，体内修为轰然运转，于刹那中就处于了空劫大圆满。且百年的闭关修行，他精神饱满，体内修为盎然蓬勃，处于其身体的巅峰之时。望着那黑发杀戮真身，王林咬牙之下目露果断，右手抬起向着杀戮真身一指，却见那杀戮真身猛地抬头，以那无情的目光看向王林，抬起脚步一步步走来。转眼之下，这杀戮真身就临近王林，其脚步没有停顿，与王林盘膝的身影渐渐重叠后转身盘膝，与王林的身体完全重叠，慢慢的融合起来。随着融合的过程持续，王林眼中渐渐露出了迷茫，与此同时其体内修为轰然暴增起来，这种增加以一种无法形容的速度掀起天地变化，使得王林的修为似打破了某个瓶颈，向着超越了空劫大圆满的另一个奇异的境界轰然而去。在这过程中啊，其修为瞬间就超越了后人制定的所谓天尊，在那不断的攀升下，更是直接达到了所谓的月天尊称号。还在持续，没有丝毫要停顿的迹象。王林目中的迷茫越来越浓，隐隐的似失去了神智，处于一种虚幻的感受之内。随着其修为不断的攀升，
从那月天尊层次度过后，向着另一个界限再次涌去。这一层界限呢，就是那大天尊之线。也不知过去了多久，那杀戮真身与王林本体的融合此刻已然完成了大半，只剩下不多的重叠，似很快就可以完全融合为一体之时，王林目中露出一片荧光，在那光芒下的双眼全部都是迷茫与不解。最终其脑海轰的一声，王林好似灵魂脱壳一般，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从肉身内飘离而出，穿透了肉身的限制，穿透了这密室，出现在了天空之上。天空不是碧蓝一片，没有日月星辰，似这苍茫天地与此刻之时就只剩下了王林一魂存在。他望着大地，大地被一片白雾弥漫，他看不透。他望着天空，天空被一片细腻的但却似有规则的一条条细线缭绕，那一条条细线每一条都拥有其规则。这就是天。王林迷茫，他看不到天，看到的只是这一条条细线，哪怕他展开全力去望，也只是看到那无尽的细线之后还存在着更多的细条，无边无际，没有尽头。带着迷茫，王林想要向着上方飞去，他隐隐有种感觉，若自己能踏出这片无边线条，则他就可以迈出那空劫大圆满后的一步。这一步将是一次生命的飞跃，将是一次其惊人的蜕变，如化茧成蝶，破开飞出的一幕，这种感觉极为强烈，越加深刻，好似埋藏在他灵魂深处一样。沉默了片刻，王林猛地抬头，其目中尽管还有迷茫，但更多的却是果断。他不假思索，向着那无尽的线条蓦然冲去，一路奇速之快，他自己也无法感受清晰，但他却在这不断的前行中冲入到了那如海一般的无尽线条之内，任由那些线条缭绕身体，可却依旧前行。也不知过去了多久，在王林的前方，在那无边线条之海中，他看到了一座桥，准确地说，这不是一座桥，而是九座。在此桥之后还有一座，如彩虹一般挂在那里，其后还有一座座彩虹一般的桥排列在苍茫之内，散发出一股洪荒古老的气息，不知存在了多少岁月，似在这天地诞生之时他们就存在了。在那遥远的第九座桥后有一片虚幻之幕，其内似另有天地，隐隐可见仿若有人影存在，但当王林仔细看时却是什么也看不到，一片模糊。踏天之桥，王林喃喃，他看到了在前方第一座桥下竖着一个巨大的石碑，这石碑上刻着四个大字，这字体很是奇异，王林这一生从未见过，但此刻却是在看到这四个字的瞬间呢，脑海内便诡异地浮现出其含义。在那石碑上除了这四个字外还有一行小字，王林沉默中看了过去，踏天路，空灭道，不朽魂，众生拜。王林神情一阵恍惚，他当年隐隐听说过，若这世间真的有第四步存在，其名则为踏天。站在那第一座桥外许久之后，王林神情的恍惚渐渐消散，他双目露出金光，又沉默了少顷后猛地抬头，向着那第一座桥走去。一步一步，那第一座桥看似很近，但实际上走去却是用了数个时辰。当王林站在那桥下之时，他终于看清了这第一座桥的一切，此桥竟是虚幻的，没有任何实质可以看到，但神识却无法感受，尤其是其上散出的古老气息，绝非人力可以修建而出。
1832集，108灵的哀求。踏天之桥，王林右手抬起，向着眼前这座桥轻轻一摸，但却轻而易举地穿透过去。他一愣中啊，右手放在面前仔细一看，却见其手中有一些晶莹的光芒，颗粒缭绕，那每一个颗粒内啊，都存在了磅礴的生机，渐渐从王林手中飞起，重新回到那第一座桥内。闭上双眼，王林站在那里，直至半炷香后，他双目蓦然开合，脚步立刻抬起，一步走向那踏天第一桥。在其走上此桥的一瞬，王林立刻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如今存在于此地的灵魂之体，如同升华一般，好似有大量的天地法则被他清晰地了解。这种感觉他从未有过，整个人站在了那桥上，一动不动。许久，王林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看向此桥的目光露出一丝奇异，他迈出脚步向前一步步走去。当他走到这第一座桥的尽头时，那种天地规则的变化，他仿若已然烙印在了心神中，不可磨灭。抬头看向远处，在那遥远的第九座桥后，那模糊的虚幻之景此刻略有清晰，那里好似是一处鸟语花香的地方，但其内的人影却是依旧模糊，甚至连有几人都看不出来。沉默中，王林走下了这一座桥，向着前方踏天第二桥缓缓走去。他有种强烈的感觉，若自己可以走过这九座桥，看清那虚幻之景内的一切知识，他就可以突破第三步，踏入那传说中的踏天之道内。第一座桥与第二座桥之间依旧是看似很近，但实际上王林感觉是一直飞出了数日后才来到这第二座桥下。此桥比之第一座要庞大数倍以上，站在那桥下，王林没有犹豫，一步迈上。在其脚步落下的一瞬间呢，其灵魂之体轰鸣，好似要崩溃一般，似以他的修为要踏上此桥不够资格一般。在这轰鸣中啊，王林脑海似被炸开，天地旋转之间呢，他似神识与灵魂被分离开了。他隐隐看到了大地的雾气深处有一片大陆，那大陆他很熟悉，左侧72州，右侧36郡，中间一片苍茫盆地间有一个竖起的海洋在疯狂地旋转。至于那海洋的深处，他看到了九个巨大的柱子连接成了一个门的形状，那门紧闭没有打开。踏天，我如今是否就是在踏天？王林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望着下方的大地，沉默中他看向了仙族的方向。在他看去，整个仙族72州忽然改变，赫然化作了72尊狰狞的凶兽。那72尊凶兽向着天空咆哮，其内有天牛，有那绿魔蝎，还有更多他曾经在天尊涅内看到过的一尊尊天外凶兽。这些凶兽啊，似发觉了王林的存在与其目光。此刻嘶吼间，王林甚至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在恐惧，但那恐惧中啊，却还是含有其他的含义。此刻在王林闭关冲击空劫之后那传说中的境界的一刻，仙族大地上突然地面轻微的震动起来，72州都在震动，一股股威压扩散，让仙族的修士一个个清晰感受到的同时，更是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凡有镇压之庙存在的地方，那一处处庙宇正是各州震动的中心。这震动越加剧烈，引起了仙族大地上的诸多强者的注意，他们骇然中一个个飞起，看向大地，却见各自所在的州内被镇压的天外之兽的魂赫然有了不稳的迹象。
竟随着这大地的震动暴躁起来的同时，有了要幻化出现的不可思议的一幕。天牛洲上，一尊巨大的天牛第一个出现，其庞大的身影虚幻，笼罩整个天牛洲。这巨大的天牛啊，仰天咆哮，目中露出激动的同时，更被恐惧弥漫，但更多的却是哀求。哀求那天空之上，他感受到了奇异存在，将其释放出来，让其自由。随着天牛的出现，更多的72州镇压的天外之兽的魂陆续在各州幻化出来，即便是一些传说中已然成为了死魂的存在，竟也一一出现。虽说他们幻化出的虚影一片模糊，但那恐惧中透出哀求的仰天嘶吼却是同样的惊人。仙族内几乎所有修士都看到了各州这惊天动地的一幕，他们茫然中啊，更多的却是惊慌。那地面的颤抖越加的剧烈，随着幻化出的一尊尊凶兽持续的嘶吼，似要出现一场大乱。发生了什么事情？道一宗内，那道一大天尊一飞而起，站在天地间，他神色阴沉中啊，更有一丝惊慌。以他的修为，清晰地感受到整个仙族72州赫然全部出现了这样的巨变。他盯着前方那从山海州内幻化出的一棵参天大树，此树枝条舞动，传出了嘶吼。该死的，这尊天外妖树不是已经死了吗？竟还有魂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莫非是组成皇宫的那镰刀飞的镇压出了问题？道一望着那巨树倒吸口气。与此同时啊，在那北周之地，五峰看着远处那天地间一尊巨大的冰川巨人，同样一脸阴沉，蕴含了惊恐之意。还有那紫阳宗内双子大天尊齐齐飞出，看着天地皱起了眉头。祖城内地山中，九地大天尊呢，背着双手望着天地的一幕。他看似如常，但双眼瞳孔的收缩却是将其此刻的震惊表露出来。地宫没有出现问题，镰刀飞依旧沉睡，即便是如此，也一直在镇压着72尊天外之魂。在九地身后，孩子攀膝而坐，从闭目中睁开双眼。推算出结果了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连那些装死的天外之灵都不惜一切的仰天嘶吼哀求起来，他们感应到了什么？九弟声音冰冷，但其内心呢，却是有一种恐惧。他看着天空之上，但却什么也看不到，只是那72尊天外之灵明明是向天哀求。孩子沉默，双手掐诀中啊，其右手心内出现了一个小人，不断地向其磕头，但孩子的眉头却是紧皱，一无所获。他目光一闪，突然咬破舌尖，喷出一口鲜血，落在那手心小人之上。这小人呢，立刻成为了血色，发出了凄厉的低吼，向着孩子再次磕头。这一次孩子身子蓦然一震，一个踉跄间呢，面色瞬间苍白，眼中露出无法置信之色。他们感受到了一道踏天之幕在我仙罡大陆的天空上看向他们。什么？九弟面色大变，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情绪，猛地抬头盯着天空。他突然有种毛骨悚然之感，除了天呢，他什么也看不到，但他却似可以想象得出，此刻有一道目光从那天外正注视着仙罡大陆，或许正注视着自己。踏天，这九弟身子一颤，其体内修为竟无法操控一般，使得其身体从衰老瞬间成为中年，但立刻又再次化作老者，
不断的变化，足以表露其心经。王灵望着仙族大地，望着那72尊天外之兽向自己恐惧中透出哀求的嘶吼，他更是看到了在那仙族的大地上，道一的震撼，五峰的惊恐，双子的不解，还有那来自地山中九地的目光。他看到了他们，但他们却感受不到他的存在。王林的目光在落向祖城时从九地身边扫过，而此刻也正是九地看向天空毛骨悚然的一瞬，他看到了孩子，看到了那祖城皇宫下的地宫中化作山峰的连道飞。晚辈周洛九参见前辈，前辈有何吩咐，晚辈必定全力完成。地山之上，九弟面色苍白，他身子迅速飞起，向着天空默然一拜。他自从成为了大天尊后啊，从未向人如此拜过，但此刻他却是被恐惧弥漫，神色极为恭敬，向天拜去。只是他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直至这仙族72州幻化的天外之兽虚影，那嘶吼成为了绝望，渐渐的哀求更深，最终一一消散，使得大地恢复如常，不再震动后，孩子身躯颤抖，轻声开口：此人已经走了。九弟听闻此话，依旧恭敬地拜在那里，直至又过去了一炷香后，这才抬起身，苍白的面孔，身体落下。王林收回了看向仙族的目光。他在之前看到天牛时啊，看到连道飞时，有过想要将他们救出的念头，但他却做不到。沉默中，他把目光看向了古族的方向。在这目光落下的刹那，整个古族爆发出了与仙族之前一样的震动，大地颤抖，36郡内36尊天外凶兽一一幻化出来，其内更有那被王林吞噬了部分灵魂的罗喉。那罗喉此刻身影完全幻化，其头颅是一个巨大的肉球，看起来好似修真星一般，尾部如龙尾，且不是一条，而是9条之多，仰天嘶吼，透出哀求之意。玄罗从闭关内惊醒，立刻飞出，看着天地的一幕，他倒吸口气。还有那尸骨一脉的宋天，此刻在半空中对于这30郡的变化目瞪口呆。这莫非与那亡灵有关？不可能，如此惊人的一幕绝不会与此人有丝毫关联。脊骨一脉中啊，很是神秘的那位大天尊此刻也是在其闭关的地方阴沉地感受着这一幕。王灵看到了这一切，最终目光落在了那古道山上。那高耸的塔楼之内，看到了顶层被一片雾气缭绕的身影。一声叹息从那身影中传出，他睁开了双眼，其目一片平静，抬头看向天空的一瞬，似看到了王林的目光。二人目光触碰的一瞬，王林也感应到了这位仙罡大陆的第一强者，他的的确确看到了自己。你终于到了这一层境界，现在你是在第几座桥上？那迷雾中的身影缓缓开口：第二桥，你呢？王林沉默片刻，缓缓传出了神念。以他如今的修为啊，依旧是看不到那迷雾内这古道大天尊的相貌。我在多年前踏过了第五桥，一直在第六桥止步。若渡过了第九桥，是否就是那第四步？我不知晓，古往今来没有人踏过第九桥。没有人？古祖与先祖呢？他们都是踏过了第八桥，在第九桥止步。这踏天之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仙罡大陆很大，可在天外还有更多的大陆。按照我的理解，这踏天之桥是对所有生灵一个共同的道路。古道大天尊轻叹一声，话语中啊，含有了一丝迷茫。或许啊，就算是他，也对这个问题不解。王林沉默，慢慢的收回了目光。1833集，止步。王林的目光啊，从那如踏天之上缓缓收回，最后一眼看向了那古族与仙族之间竖起卷动的苍茫之海内，那九根柱子组成的太古神境之门上。只是啊，即便是以他如今站在那第二座踏天之桥上的修为，看向那太古神境依旧是看不清晰。似此太古神境的存在要远远超过了如今王林的能力。凝望那卷动如风暴一般的苍茫之海许久，王林闭上了双眼。当他双目闭合的一瞬间呢，他的目光消失在了仙罡大陆上。再次睁开双眼时，他依旧是站在这未知的奇异空间，那庞大的第二座踏天之桥上。只是低头看时啊，王林看到自己尽管还是站在此桥上，但却不是桥首，而是那桥末。似之前的一切都是他迈出那几步走过此桥的过程上那一瞬间发生。若梦幻不真，分辨不清了。望着这座踏天之桥，望着其远处那第三、第四直至第九座桥，还有那第九桥后模糊虚幻的景物，看不清，很遥远。看着看着呀，就连心也觉得遥远起来，仿佛这一座座桥代表了一个个不可攀越的高峰，让人在山峰下不由地想起了止步的念头。这个念头刚一滋生，就无限地放大，直至弥漫了王林的全身，似在他的心底有一个声音在轻声喃喃，让他回头离开这里，不要再走下去，不要再走向那余下的七座桥。王林站在这第二座桥的末端，只需抬起一步就可走下此桥，完整地踏过了第二桥。但这最后一步他却是始终似无法抬起。时间缓缓流逝，似过去了很久很久，王林依旧站在那里望着前方，神色一片平静，但却轻叹一声，右脚抬起一步落下，走出了这第二桥，走过了这踏天第二桥。是自问吗？若道心不坚，若没有一股逆天之意，若没有需用生命守护的执着，或许在这一步中就应退缩了。王林喃喃，向着那远处的踏天第三桥一步步走去。那第三桥啊，很遥远又很近，只是王林走了三天还是没有走到那桥下。他又走了三天，依旧如此。再次三天望去远处，那第三桥依旧是很遥远又很近。直至第九天后，王林停止了脚步，他站在原地沉默了片刻，猛地抬头，目中露出奇异之芒，缓缓地闭上了双眼。他不用肉眼去看，不用神识去感应，而是在这闭目中封锁自身神识，不去看那第三桥所在位置，不去看那第三桥所在的方向，而是凭空抬起脚步随意地走去。一步一步，在他走出到第九步的一瞬间，他忽然听到了身边出现了阵阵鸟儿的清鸣，还有那柔和的光芒透过其眼皮似映在了他的瞳孔中。他的鼻尖闻到了一股雨后泥土的芳香，还有那让他熟悉的感觉与气息，那是木屑的味道与烟草的辛辣。他的脚步一顿，铁柱，书读得怎么样了？铁柱啊，你要好好读书，明年就是县里大考了，你以后有没有出息
可就全看这次了。可别像我一样，这辈子就待在村里了。哎，行了，你天天叨叨，要我说呀，我们家铁柱一定能考上。那是他爹娘的声音，这声音呢，阔别了数千年，于此刻回荡，那么的真实，好似带着王林回到了数千年前那个宁静的山村中。王林静静地站在那里，听着爹娘的声音，眼角不自觉地流下了泪水。他的心底有一个声音，那声音不断地喃喃，让他睁开双眼去看一看自己的爹娘。但与此同时啊，王林的内心也有明悟，他此刻若是睁开了双眼，那么就会在这踏天第三桥中止步了。第一桥，融天地规则于神识内；第二桥，感受踏天之目，但却需自问道心坚否。王林之前不懂这自问何用，为何那第二桥末端会出现这样的迟疑，但他现在明白了，这第三桥或许就是心魔，若道心间一路走过去，任凭一生如画面闪过，心绪丝毫不动，那么他将能走过这第三桥。可一旦睁开双眼，他就需要直接去面对心魔，面对自己的一生。如此一来，走过这第三桥的把握将无限的减少。那耳边爹娘的声音还在，王林眼角的泪水更多，但他却是此刻没有丝毫的迟疑，睁开了双眼。在他双眼睁开的一瞬间呢，他看到了熟悉的屋舍，熟悉的院子，熟悉的桌子上放着饭菜。他看到了一旁拿着烟枪在地上轻磕几下，满脸岁月皱纹的父亲，看到了他严厉的目光下那属于亲情的柔和。他看到了母亲端着刚热出的饭菜从屋舍内走出，头发上有一些白发，不多，被黑发隐藏，但王林还是看到了。母亲或许在外人看来并不美丽，但在王林的心中啊，母亲是最美丽的，是他心目中永远避风的地方。看着爹娘，看着这熟悉的一幕幕，王林尽管流着眼泪，但脸上却是露出了微笑。他望着眼前的这一切，在他睁开双目后缓缓地消散，直至化作了虚无。他明知是假，但也要去看一眼。当这一幕成为了破碎，王林依旧是站在第二桥下，距离第三桥遥遥。他的爹娘不是修士，只是凡人，无法复活。轮回是一个凡人最好的归宿，但是啊，即便是轮回了，可那属于王林的记忆却是永恒，他不会抹去，因为这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或许如婉儿出现，我在知晓是假之后，我不知自己会不会继续睁开双眼，但爹娘的出现，我明知是假也依旧会睁眼。王林喃喃，谁来制定面对以往的记忆，面对那虚幻而出仿若心魔一般的存在，必须要闭着双眼不去理会，要保持一颗坚定的道心，不被心魔影响。谁来规定必须要坚持道心才可渡过此第三桥？又是谁来肯定这是走过此桥的唯一方法？王林双目一闪，亲情、爱情、友情是我王林这一生最珍贵的存在，我何必要闭目不开？我要睁着双眼去看那一切，去打开道心，容纳一切。王林深吸口气，再次向前走去。九步之后啊，他再次看到了父母的身影。再次九步，他看到了穆冰梅、李倩梅，还有李木婉。又是九步，他看到了王平，看到了那个可怜的孩子，拉着自己的手。执着，但却认真地对自己说，他修道是为了陪伴父亲一辈子，他不想这个世界只留下父亲孤独的背影。如果真的要孤独下去，
那么他希望在父亲的背影旁边还有他的存在。王林看到了司徒南，看到了清水，看到了遁天，看到了老朱雀，看到了很多对他有恩之人。他望着他们，望着那一个个面孔，没有闭目，一路走去。大头、红蝶、青霜、周易、青林等等诸多之人，王林思从这些人的出现回忆了自己的一生。一路走去中啊，王林没有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哭了，笑了，痛了，悲了，一步步他自己也不知走了多久，不知何时走上了第三桥。最终眼前的一切全部烟消云散后，他站在了第三座桥的末端。站在那里，他叹息一声，回头看了一眼身后，许久，转身一步迈出，走下了第三桥。遥远的地方是那第四桥的所在，顺其看去，在那更远的地方，第九桥后的虚幻隐隐有了一丝清晰，但王林还是无法看透，他只能略看出似那虚幻内的身影是两个人，带着对一生记忆的回旋，带着那方才哭过、笑过、悲过的追忆，王林向着前方走去。数日后，他的眼前是那踏天第四桥，此桥比之前更为庞大，看去如庞然大物，存在了这奇异的空间内，一股威压隐隐散出，笼罩四周。王林望着此桥，沉默了片刻后，他抬起脚步，但就在其脚步落下的一瞬间，他的右脚却是直接穿透了此桥，一步落空。与此同时啊，这踏天第四桥在王林面前蓦然一震，化作点点金光，消失开来的同时啊，齐齐向着王林卷来，在其身体外回旋成漩涡，形成了一股莫大的吸扯之力，将王林的身影吞噬，消失在了这里。在王林被吞噬的一刹那，与仙罡大陆、古族大地、石谷一脉区域十二郡中的罗侯郡祭都行宫密室内，盘膝打坐的王林猛地睁开双眼，他的目中啊露出迷茫，久久不散。他的身体上那杀戮真身已然完全融合，与其身体不分彼此，再没有丝毫的重叠虚影。在他的身后有虚本源的光团漂浮，在他的身前呢，则是那先皇之魂被其灵魂之火包裹炼化。密室内一片安静，只有王林略微急促的呼吸声慢慢回旋。踏天路，空灭道，不朽魂，众生拜。踏天九桥，我只走过了三桥，至于第四桥，止步。王林深吸口气，抬头望着上方，目中的迷茫渐渐消散，被坚定取代。在王林云的密室内睁开双眼的一瞬间，古族古道山那高塔顶层被迷雾笼罩的身影轻叹一声，还有400年。仙族大陆在那之前的72灵散魂而出，哀求苍天之后啊，慢慢的平静了下来。但整个仙族大陆唯一知道此事端倪的大天尊九弟却是内心不安，即便是打坐中啊，也时而抬头看向天空，露出敬畏与渴望。他这一生渴望的呀，就是那一种传说中的境界，但他却始终没有走出那一步。古道大天尊之所以是仙罡最强者，他一定是走上了那一步，不知我何时能有这一天呢？九弟沉默，神色复杂，长叹起来。在这地山上，此刻的孩子一身白衣，站在山巅，山风吹来，将其衣衫舞动中，他神色露出迟疑与迷惑。他在之前的推演中啊，感受到了一股熟悉，他没有对九弟说出，就算是他自身
也怀疑自己的熟悉是错觉。1834集，黑白金。古族大地上啊，尸骨一脉的皇城外，那原始山上，大天尊宋天此刻面色隐隐苍白，复杂的看着远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师尊，其身后啊，传来赤蛮犹豫的声音：“给我闭嘴！”宋天没有回头，打断了那赤蛮的话语。此刻的他呀，什么都不想去听。他要好好思索一下，方才的古族36郡巨变是否与那王林的闭关有关联。尽管他自己不认为会存在联系，但他却是依旧有那万一的念头。万一真的有关联，他宋天就需要改变一些决定与思绪。罢了，本尊去会会就是。片刻后啊，宋天目光一闪，其右手抬起，一指虚空，立刻就见其前方天空传来一声轰鸣，八方天地之力蓦然卷动而来，使得风云色变中啊，却见一道巨大的裂缝蓦然从天幕内被生生撕开，一个莫大的头颅从那裂缝内钻了出来。此头颅全身青色，头有双脚，赫然就是一尊的古魔。大量的黑气缭绕着古魔全身，他发出嘶吼，从那裂缝内伸出两只巨大的爪子，在那砰砰轰鸣间呢，将这裂缝再次撕开了大半，整个身子钻了出来。其身体啊，竟有万丈之高，走出后仰天嘶吼，向着宋天单膝跪下。看着眼前这个庞大的古魔，宋天目光一闪，左手在额头一拍，顿时啊，一缕青丝从其内眉心闪烁飞出，直奔那古魔眉心，钻入其内消失不见。宋天盘膝坐下，闭目不动，但那古魔呀，却是双眼露出了滔天金光，猛地抬头，神色露出阴沉，一晃之下重新回到了那裂缝内，一把抓着裂缝并拢，消失不见。在这古魔消失的同时啊，那罗侯郡内，王林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眼中露出坚定，他感受了一下体内的修为，半晌之后眉头略微皱起，他自己也分辨不清如今自己到底是属于什么修为。他已经突破了空劫大圆满，但却不属于大天尊，甚至在他感觉所谓的大天尊似距离自己如今的境界要相差半步。这半步看似很短，但实际上却是难以跨越的一道鸿沟。半步踏天境，王林揉了揉眉心，看向身前被他灵魂之火分炼了百年的先皇之魂，此魂内那婴儿拳头大小的祖树灰团呢，以他之前的修为始终难以全部炼化。此刻目光一闪，王林右手抬起，向着那先皇之魂一抓，此魂呢立刻飞来，落在他的手心内。在他抓住此魂的瞬间，其外那属于王林的灵魂之火消失于手中，只剩下这先皇魂闭目存在。望着此魂，王林眼中露出古怪，他如今有种错觉，似自己不需太过费事就可轻易地驱散了这先皇魂内的祖术一样。这自然与这祖术存在不多，且当年被九弟等人分散，再加上王林百年焚炼有关。但就算如此，以王林之前的修为，也需再以灵魂之火焚炼第二个百年后才可驱除。带着那墓中的古怪，王林右手食指点向那先皇之魂，一指穿透进去，碰到了魂内那一团灰气。散。王林轻声开口，在其这一个字出口的刹那，却见这密室内立刻出现了扭曲，似有无数线条隐隐幻化，缭绕四周之中啊，突然凝聚于王林的左手食指，随着其食指涌入先皇魂内的那团灰气中。
这一团灰气蓦然颤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渐渐消散开来，不复存在，如此轻易的就驱散了这先祖的小部分祖术残余。王林双眼露出明亮之芒，就在这时，那先皇魂因没有了祖术伤害，双目一颤，似要睁开双眼。王林没有出手，而是看着先皇连道真之魂，在睁开双眼看到自己的一瞬间，露出短暂的茫然后，化作了一股怨毒与阴狠。王林，一缕魂念充斥王林心神而起，但对王林来说呀，这一缕神念却是微不足道一样。看到王林竟没有丝毫影响，那先皇连道真之魂一愣，但就在他愣了一下的刹那，王林抓着他的右手蓦然一捏，这一捏中啊，一股大力轰入先皇魂内，砰的一声，这一代先皇连道真啊彻底的死亡，其灵魂化作一团雾气，眼看就要消散，但王林却是双眼露出金光，左手虚空一抓，立刻在这密室外的天地间呢，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头颅，那是先祖的头颅。随着其出现，一股金色的光芒向着四周扩散开来，引动天地，弥漫了浓浓的仙气。以魂为引，融。王林低声大袖一甩，立刻那先皇连道真之魂呢、所化的雾气化作七缕，穿透着密室，直奔天空的先祖头颅而去。七缕雾气啊，直奔着头颅七窍。王林身子蓦然站起，一晃之下，于百年内第一次走出了密室，出现在了天地之间。在那先祖头颅前方，其双手抬起，向天一挥，立刻在那先祖头颅后面赫然出现了一轮巨大的太阳。那太阳是黑白二色，只有轮廓，没有如真正的大天尊那样实质一般。以我之前的修为做不到这一点，但如今我应该可以做到，以连道真之魂为引，融化先祖头颅，将其炼于我的大天尊之阳内，如此一来就可使我的大天尊之阳完全凝聚出来。王林目光一闪，双手掐诀，一道道青光落入那先祖头颅中，随着那连道真之魂七缕进入先祖头颅七窍，此头颅立刻震动起来。此刻天空一片朦胧，阵阵威压从天而降，笼罩八方之下，就算距离很远也可以清晰感受。却见在王林的不断打出印诀下，那先祖头颅的震动越加剧烈，有一道道细密的裂缝出现，最终弥漫了整个头颅，但却没有碎开，也没有融化的迹象。王林默不作声，双手掐诀中啊，突然张开口，吐出了一股青色火焰，瞬息缭绕那先祖头颅，熊熊燃烧下，这头颅啊终于有了融化。在其融化的一刻，那王林的黑白二色大天尊之阳将这头颅笼罩在内，爆发出了强烈的光芒，急速的吸收起来。只不过呀，那头颅融化的速度却是略有缓慢，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仿若有了停滞。不愧是走过踏天第八桥的先祖，哪怕死亡了这么多年，仅仅一个头颅就如此难以炼化。王林喃喃，他也曾考虑过到底是谁杀的如此修为的先祖，但却没有丝毫线索。不过这终究也只是一个头颅罢了。王林右手抬起，虚空一抓之下，立刻这朦胧的天幕内啊，赫然一变，竟有无数细丝幻化出来。这些细丝啊，旁人看不到，唯有修为到了大天尊之后才可以隐隐感受，但若想要操控，却是就连大天尊也只是摸索到了边缘而已，也只有踏出了那一步，走上了踏天第一桥后，方可如王林这样
真正的从天地内抽取而用。难怪传闻中古道大天尊可以击杀其余大天尊，且据说数万年前那一战，死在他手中的大天尊有数位之多。这等操控天地规则的力量，击杀大天尊不难。王林目光闪动，喃喃自语。先祖毕竟是走过了第八桥之人，他的头颅融合到我的大天尊之阳内，将会成为我极强的一样助力与法宝。也就是在这时啊，与王林万丈外的天空突然传出了轰鸣之声，却见一道巨大的裂缝被凭空生生撕开，大量的黑气从这裂缝内扩散出来时，一个硕大的古魔头颅连同其庞大的身躯蓦然钻出。但就在这古魔钻出的瞬间呢，他神色忽然愣了一下，在这古魔体内有宋天的神念，他隐隐感受到了此地的奇异，神色突然大变。他看到了远处的王林根本就没有理会自己，而是右手虚空一捏，好似抓住了无数细丝，扯动之下将这些细丝啊全部挥向那先祖头颅，更是咬破舌尖喷出一口鲜血，随着那些细丝落在此头颅中。在这一刹那，这先祖头颅轰的一声开始了大量的融化，不断的被王林的大天尊之阳吸收。渐渐的，这黑白二色的大天尊之阳啊，快速的凝实中竟出现了第三色，金色。操控天地规则，这那突然出现的古魔呀，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尖呼。大天尊可以摸索到天地规则的边缘变化，凭着自己强大的信念，能借用这些感受到的变化凝聚成实质，所谓无中生有便是这样。但也仅仅是无中生有，将一切虚幻的变成真实的，可却不能如王林这样去一把抓着那天地规则，蛮横的强行的让其为自己所用。这依然不是借用，而是一种更高的层次，操控天地规则。宋天做不到这一点，在他的记忆中啊，唯有古道大天尊在一次他宋天去拜见时亲眼看到了类似的一幕。这不可能。宋天一丝神念融入的那庞大的古魔，眼露难以置信，他无法去相信自己所看的这一切。那在他内心本认为不足为虑的王林，竟在这一次闭关后啊，拥有如此惊人的操控天地法则之力。他整个古魔的身躯啊，在那天空的裂缝内走出的一刹那，完全的愣在了那里，脑海中瞬息间一片空白，没有丝毫思绪在内，唯一存在的就是王林方才那向着天空一抓的动作，还有那八方天地规则卷来的一幕幕。这尊古魔的出现呢，没有引起王林丝毫的在意，他甚至看都没有去看一眼，望着身前正快速融化的先祖头颅。那头颅在他之前的一口鲜血与天地规则的缭绕下，此刻已然融化了大半，那些融化的部分呢，完全的被他的大天尊之阳吸收，使得此阳内的金光啊越来越明亮，三色大天尊之阳在那天幕上绽放出诡异的光芒。先祖头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阵阵金光从其内穿透而出。片刻后啊，赫然只剩下了一小半，看起来已然不像是头颅，而是一团刺目的金光。1835集，石阳。随着其越来越小，王林的大天尊之阳三色越浓，更是越快速的凝实，如同真实存在一般。当着先祖头颅完全融化，
当这三色大天尊之阳彻底吸收之后，此阳将成为真正的大天尊之阳，王林将成为真正的大天尊，而且他将是整个仙罡大陆上除了古道之外大天尊中的第二强。远处那宋天神念蕴含在内的古魔此刻倒吸口气，从恍惚中缓过神来，他不愿去相信看到的一切，但眼前的现实啊却是让他不得不信。此刻心神震动，他没有丝毫犹豫，缓缓后退。见王林没有理会自己，他以最快的速度蓦然倒卷，直奔了之前被他嚣张撕开的天幕裂缝，就要逃之夭夭。他身为大天尊，此生罕有如此的动作，还没有一战就已然有了惬意。与他之前嚣张来临的身影比较，其逃遁的样子反差太大。但就在其古魔身躯刚临近了裂缝，就要快速钻入其内逃走的瞬间，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回旋在这天地之内。就这么走了吗？这声音的出现呢，立刻让这蕴含了宋天神念的古魔在一顿之下发疯一般不顾一切地展开拳速。但几乎就是这声音回荡的一刹，王林的目光冷冷地看了过来，一眼落在那古魔身躯上，顿时在这古魔四周的天地赫然有一道道细丝幻化出来，缭绕之下直接缠绕在这古魔的身躯上，让其身子颤抖中啊赫然被静止凝固在了那里一动不动。定身术，王林在很早之前就有过猜测，此术啊与天地规则有关，此刻以他如今的修为与感悟，却是已然不需掐诀，凭着一道目光便可让此术顺现。被王林目光定住的不仅仅是这古魔，还有其体内的宋天神念，其神念一颤竟无法有丝毫的运转。与此同时啊，远在那石谷一脉皇城外的原始山上，盘膝坐在那里的宋天猛地睁开双眼，其面色苍白，眼中露出一丝骇然，他的神念被凝固，竟然也隐隐牵动了其元神。开启元始阵。宋天没有丝毫迟疑，在睁开双目的刹那立刻传出了一声低吼，在那低吼中啊，整个原始山上所有追随宋天的石谷一脉强者一个个纷纷在错愣中迅速飞起，各自来到阵法之处全力布置起来。师尊。宋天身后的赤蛮呢，他不知发生了何事，但看到其师尊阴沉的样子却是感觉极为压抑，有种不妙之感。闭嘴，此刻莫要来烦本尊，要不是为了你的皇位，本尊岂能开启元始阵。宋天猛地转身呢，看了那赤蛮一眼，声音冰冷，此番本尊已经尽力，若最终失败，则100年后的石谷皇尊就不是你了，而是那祭都。宋天内心也有憋怒，说完之后啊，他身子一晃直奔天空，在那天空中右手抬起向着下方猛地一抓，顿时这原始山轰鸣不断，一道长虹从山内穿透而起，出现在宋天手中，那赫然是一把巨大的战斧，此战斧锈迹斑斑，看起来其貌不扬，但被宋天握住后啊，却是赫然有一声声凄厉的嘶吼从那战斧内传出，化作了数之不尽的绿气残魂，环绕宋天四周，在那绿芒的映照下，使得宋天的面色看起来有了诡异。在这宋天全力以赴的准备之时，罗侯郡内那祭都行宫之上的天地间呢，王林仰天发出了一声惊人的长啸，在其长啸中八方天地风色色变，那融化成了小半，变成了刺目的金色光团的先祖头颅，终于开始了最后的融化，越来越小，
片刻后，那先祖头颅只剩下了拳头大小，其后那大天尊之阳完全的凝实起来，甚至比之其他大天尊的尊阳都要凝实不少。盯着那拳头大小的金色光团，王林目露金光，一闪之下，却见其右手抬起，向着下方行宫虚空一抓，立刻那处于行宫中的王林生死因果真假三大虚之本源赫然穿透了那密室飞出，直奔王林而来，瞬息临近，融入其身体之内。此刻全部本源归位，王林体内传出轰轰之声，他头发无风自动，爆发出一股惊天的气势。在这股气势下，王林神色不怒自威，向着那融化成拳头大小的先祖残炉吐出一口其本源气息。这股气息啊，无形，唯有王林自己可以感应。在这气息与那拳头大小的先祖残炉碰触的一瞬间，这那残炉顿时啊剧烈的颤抖，蓦然融化，完全的融化，彻底的消失，被王林的三色大天尊之阳全部吸收在内后，此阳成为了真实存在之物，成就大天尊之阳，送此阳入仙罡之天，让那天空从此之后有十个太阳存在，这才是一个人成为大天尊的真正标志。至于之前呢，只能说王林还不算完整的大天尊。在其大天尊之阳完全凝实的一瞬，王林双手抬起，双眼望着天空，其身旁那三色大天尊之阳似被托起一样，缓缓地上升，直奔那高高在上的天幕而去。看着属于自己的大天尊之阳渐渐冲向那天幕的至高之处，王林的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了他当年在洞府界一丝神识来到仙罡大陆，第一次看到天空那九个太阳的奇异。大天尊，王林喃喃中啊，他看着自己的大天尊之阳在那天地的高处爆发出了三色强烈的光芒的瞬间呢，整个仙罡大陆此刻从仙族古族的区域内，随着王林送上自己的大天尊之阳入空后，牵动了所有大天尊的尊阳之力。仙族大地上，道一宗、北周、紫阳宗上组成地山，这四个地方于这一瞬呢，各自有庞大的太阳升空而起，在那仙罡大陆的天空散发光芒。紧接着那组成皇宫内，一轮金色的太阳蓦然出现，成为了天幕上属于仙族的第五阳。与此同时啊，在古族大地上悬罗闭关的天空，属于悬罗的大天尊之阳幻化升空而起，在那极古一脉的皇城内，那神秘的极古大天尊同样在天幕上幻化出了属于他的尊阳。还有那石古一脉宋天的大天尊之阳此刻不受自身操控的幻化出来，直奔天幕而去，最终出现的是那古道山上属于古道大天尊的尊阳。整个仙罡大陆于这一刹那赫然出现了十个太阳，其余的九个大天尊之阳他们的出现呢，并非是操控，而是在王林的大天尊之阳升空后自行幻化，如相互牵引一般。这种情况所有的大天尊都不陌生，这正是仙罡大陆上除了先祖一脉先皇传承外，其余之人成为大天尊后出现的天地异象。且在这个时候啊，因所有的大天尊之阳都幻化在天空上，使得整个仙罡大陆天地之力卷动，更可让其余的大天尊清晰地感受到这新生的大天尊的气息。天幕上的十个太阳有着明显的大小区分，其中的最大的赫然是属于古道大天尊，其尊阳的大小几乎相当于除了王林的三色尊阳外其余八阳的全部。其次的
就是王林的三色尊阳，尽管不如古道的尊阳那么大，但也有近一半大小，散发出不弱于那古道尊阳的光芒。义父，大天尊。罗侯郡内那行宫中啊，基督皇子愣在那里，眼中露出从未有过的强烈激动之意，更是大笑起来。王林，竟是他，王林。道一宗内传出了一声惊天嘶吼，那嘶吼中透出的愤怒传遍八方。这嘶吼中啊，除了愤怒之外，更有一股恐惧与忌惮之意。对于王林呢，道一很难忘记在祖城地宫内的那一幕幕。那时的王林就已然极为强悍，如今成为了大天尊，他不敢想象啊，此刻的王林究竟有多强。尤其是那庞大的仅次于古道的尊阳，更是透出这王林的实力。他还没有去太古神境，居然凭着自身就成为了真正的大天尊。极北之州，寒冰之地，武峰神色恍惚，他望着天空许久许久。紫阳宗内那两个小女孩此刻一脸惊喜，二人拉着手同时望着天幕。祖城地山上，九地大天尊望着远处古族的方向，心神震动，面色隐隐苍白中啊，更有一丝惊疑不定。在地宫他就拥有了尊阳轮廓，且他还获得了那先祖头颅。此阳有三色，黑白金，那金色显然就是其融合了先祖头颅后散发出来。按道理来说，他成为大天尊不会太让人感觉意外，只是区区一百年，他竟把先祖头颅融化，且他成为大天尊之阳的时机，这九弟心神一颤。他是这先祖大地上的大天尊中唯一知晓之前72州混乱的真相，尤其是想到那目光啊，他不由得与王林成为大天尊联系到了一起。应该不可能的，九弟目露忌惮，喃喃自语。孩子坐在那地山一角，他望着天空，神色复杂中蕴含了一丝明悟。同样是这祖城，在那皇宫下的地宫中，化作山峰的镰刀飞一动不动。古族大地上因王林成为了大天尊，同样掀起了一场惊乱。那惊乱的中心呢，是石谷一脉的原始山。宋天一脸的苦涩，他尽管之前神念融入古魔所看后啊，内心有了准备，但此刻却依旧是心神一震。道谷一脉的皇城内，闭关的玄罗感受着那属于王林的气息，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很是开心，大笑起来。罗侯郡内行宫之上的天空中，王林双手放下，一挥之中，那属于他的三色尊阳渐渐消散，只有那天幕中的残影永远存在，成为仙罡大陆的大天尊标志。天地恢复如常，四周的规则之力啊慢慢散去，一切如初时。从行宫内飞出了数道长虹，那最前方的正是祭都皇子。1836集，宋天战。他压着内心的激动，临近王林百丈时啊，立刻单膝跪在那里，大声开口：恭喜义父成为大天尊。在祭都身后，那少妇还有其夫君，那紫袍青年一脸恭敬，掩盖不住目中的震惊，向着王林单膝跪下。毕竟祭都已然如此，他二人不能战败。我等参见王尊。
在这三人话语后啊，行宫内所有属于祭都的侍卫一个个激动的全部单膝跪在那里，向着王林一拜。这些人的声音凝聚在一起，化作音浪在这四周回旋。王林于半空中啊，看着下方众人，看着眼前的祭都与那青年的夫妇，脸上露出了微笑，点了点头后，王林双目平静，扫了那被凝固在远处的古魔，一步走去。站在那古魔的前方啊，王林右手抬起，在古魔眉心一点，其一指落下，那古魔立刻身子颤抖起来，神色露出痛苦，却见一缕黑气从其眉心散出，随风逝去后啊，那古魔脸上痛苦之色不在，神智恢复了，看向王林的目光充满了恐惧，发出呜呜之声，其身也恢复了行动，单膝跪在了王林的面前，低下了头。祭都，我带你去见宋天。王林迈步踏在了这古魔的头顶，回头看了一眼祭都，祭都身子一震，猛地抬头，激动之意无法压制，看着王林呢，他目中露出感激，谢义父成全。祭都深吸口气，身子一晃，来到了那古魔的头顶，恭敬地站在王林身后。他看着前方王林的背影，这背影并不高大，但却给他一种如山峰般的感觉，似有这个背影在，他就可以成为石骨荒尊。那庞大的古魔不需王林吩咐，仰天一声嘶吼，转身带着王林与祭都，双手将那天幕上他来临时撕开的裂缝再次撕大了一些，猛地钻入进去，消失不见了。随着其消失啊，那天幕上的裂缝也渐渐收拢，化作一道白线隐隐散去。石谷一脉皇城外，那原始山上，在王林之前那一直点在古魔眉心，将其内的宋天神念抹去后啊，原始山上的宋天身子一震，面色略有苍白，但片刻就恢复过来。他神色阴沉，手中拿着那把巨大的战斧，抬头望着天空，呼吸渐渐均匀。他知道自己之前的举动啊，使得这王林必定会来。就算之前没有出手试探，这王林为了让祭都成为皇尊，也仍旧会来此。宋天暗叹呐，这一战他没有把握取胜，但若是让他不战就选择屈从，他身为大天尊做不到。原始山上此刻隐隐有轰鸣回旋，却见整个山峰被一片朦胧的气息缭绕，那朦胧中啊，似有千军万马存在，透出一股肃杀之意。有此原始阵辅助，有这把古道大天尊赐予的战斧，此人就算是可以操控天地之力，我也应有一战的资格。宋天深吸口气，平静地望着天空，等待王林的到来。其身后的赤蛮呢，满脸苦涩，沉默不语。时间慢慢流逝，转眼就是一炷香。就在这时，突然在这原始山的上空天幕，一道巨大的裂缝轰隆一声被撕开了一道缺口，黑气喷出间呢，那巨大的古魔咆哮而出，在他的头顶站着两个人，正是王林与祭都。宋天的目光于这一刹那猛地看向王林，与此同时啊，那赤蛮的双眼也与祭都的目光凝聚在了一起。王林，宋天大袖一甩，冷声开口，王某见过宋尊。王林微微一笑，抱拳缓缓说道，莫要多说废话，你来此的目的宋某心知肚明，你我一战，此战你若赢，宋某指祭都为百年后的皇尊。这宋天内心暗叹，他根本就没说出若自己胜的结果，
话语说完呢，其左手蓦然一挥，立刻这原始山上那朦胧内的千军万马爆发出了一声声尖锐的嘶吼，化作大量的雾气直奔亡灵而去。与此同时啊，宋天右手抓住那战斧，抬起中啊，向着亡灵一斧斩去。这宋天大天尊的修为比之道一要高出一些，与五峰相差无几。这样的强者，百年前的亡灵若战，胜负未知，且需要他展开除了虚无分身外全部的力量方可一战。但如今呢，亡灵神色平静，面对那阵法幻化的千军万马，面对那斩来的一道似开天之斧，他抬起右手向着下方轻点三下。第一指点下，那迎面杀来的全军万马立刻在亡灵百丈外发出了轰鸣巨响。在那巨响中啊，却见这些虚幻的千军万马如同气泡一般大量的破碎消散，没有丝毫迟缓之意，如同撞击在了一面无形的壁障之上。在基督与赤蛮看去是这样，但这一幕落在那宋天的眼中，他却是看到了随着亡灵一指点下，整个天地间似规则幻化，一股天地规则之力弥漫在那千军万马之前。随着千军万马的消散，在亡灵指尖点出的第二下中，这原始山的朦胧阵法轰然破碎，那朦胧道卷似被撕裂成无数粉，烟消云散中啊，整个原始山轰然一震，其内主持着阵法的诸多石骨一脉强者一个个喷出鲜血，神色萎靡下来。宋天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但却生生忍住后目露寒光，身子依旧在那半空，右手抓着战斧向着亡灵一斧斩去。而此刻亡灵的指头啊点出了第三下，一个凭空出现虚幻的拳头蓦然幻化在了宋天的前方。这拳头啊完全是由无数的细丝组成的，其内凝聚了天地规则，一拳落下与那宋天斩来的一斧碰在一起，轰轰之声惊天动地，那斧一震之下寸寸碎裂，轰的一声化作无数碎片蓦然倒卷落在了远处的大地上。至于那由规则凝聚的拳头同样一震，渐渐崩溃分成了两部分。宋天喷出一口鲜血，身子噔噔噔连续后退百丈，猛地踏在那原始山上，整个山体一震，出现了一道道裂缝。亡灵的右手指尖一顿，指肚上出现了一道白痕，但却没有划破他的皮肤。蕴含了规则的战斧，亡灵看了一眼远处那破碎的战斧碎片，右手抬起向着那里虚空一抓，立刻那些碎片呼啸而来，在亡灵的身前凝聚融合，瞬间呢，一把完整的战斧再次出现。还要战吗？亡灵的目光平静地落在那宋天身上。为何不战？宋天大笑，起身一晃直奔天空而去，刹那就站在了天地之间，右手抬起向着下方的原始山蓦然一抓，整个原始山剧烈地颤抖起来，更是隐隐上升，似被这宋天一抓之下从大地生生抬起，无数长虹从此山飞出，正是包括赤蛮在内的众人，他们一个个惊恐地看着这一切，更是从石鼓皇城的皇宫内有大量的长虹呼啸而出直奔此地。亡灵看着那宋天大天尊于半空中生生将那大地的原始山抬起，使得地面震动，更有黑光从那山峰下散出，他神色平静冷眼望去，却见那山峰越升越高，甚至完全的漂浮在天地之间，与那宋天的上方停顿下来。宋天盯着亡灵右手抬起，似拖着那山峰一样。
王林，若你能接下本尊这元始山之力，此战本尊认输。宋天一声大喝，其右手猛地向外一挥，却见了那巨大的元始山轰然直奔王林而去。此山名为元始，为古族大地石骨一脉第一座诞生而出的山峰，无数万年其大小丝毫不变。宋某在此山正道成为大天尊后，又如历代石骨一脉大天尊一样去炼化此山，如今在宋某手中，此山可以发挥一次镇压之力。王林，你接下。天地轰轰啊，那原始山呼啸惊人，瞬息就在王林的上方向其镇压而来。此山极为诡异，在降临中啊，王林清晰地看到这天地的一切规则所化细线与此山落下时竟被一股奇异的力量推散，似此山与天地规则有着极大的排斥，相互不存。王林眼露金光，他站在那里衣角舞动，白发轻拂，望着那来临的山峰，右手突然握住，向着那山峰蓦然一拳轰去。其一拳虚空而落，与那山峰隔着百丈碰触到一起，在那轰鸣之声回旋间呢，却见这山峰一阵下降的速度骤然减少不少，但却依旧还在下沉。那山峰下与其碰触的王林一拳之影，此刻震动间呢四分五裂。与此同时啊，一股莫大的压力轰然落下，镇压在王林身上之时，更是将王林四周的空间直接分割，似他所在的这一片天地与四周完全分离出来。哼，有点意思。王林微微一笑，这元始山镇压的神通与古祖的意志竟有惊人的相似，只不过呀，古祖意志是让被分割出来的天地崩溃坍塌以来杀敌，但是这元始山呢，却是用分割天地阻人逃出，只能被生生镇压。不愧是大天尊，仙罡大陆在我之前九大天尊没有弱者，都有各自的不同神通啊。比如这宋天的元始山之位可以排斥规则，可以达到如古祖意志般的分割空间，此术尽管不是其信术，但却足以笑傲。王灵望着那越来越近的山峰喃喃自语，其双目一闪，以他如今的修为啊，这天地间能让其忌惮之人除了那古道之外再无第二者，其余大天尊王灵不会放在心上。此元始山尽管不凡，但也仅仅是不凡罢了。王林神色平静，右手抬起，向着那上方呼啸而来的原指山一指点去。这一指是古祖一指神通。一指落，天地色变，风云倒卷间，这被原始山分割出来的空间呢，立刻发出了轰轰巨响，却见王林四周竟出现了一道道肉眼可见的裂缝。那裂缝越来越大，最终似要崩溃一般，似无法承受了。1837集，成全。至于那原始山呢，则是在王林这一指之下轰然一震，竟停顿在了王林数十丈外，不断的震动，但却无法继续下沉。就在这时，王林四周被分割出来的空间轰然崩溃，如坍塌一般碎灭。王林一步走出，其神色依旧如常，看着不远处的宋天。还要战吗？宋天面露苦涩，但却咬牙之下身子一跃而起，竟站在了那原始山上，咬破舌尖喷出一口鲜血，那鲜血化作雾气迅速被此山吸收的同时啊，宋天猛地盘膝而坐，
双手掐诀，口中传出一声低喝：原始镇压！在原始山传出轰隆巨响，竟挣脱出了那之前的震动，再次降临，直奔王林而去。王林摇头，身子一晃，不等那原始山下沉，就已然出现在了此山下方，右手抬起，向着此山一掌按去。在其掌落的一瞬呢，此山轰然颤抖，其上宋天再次喷出鲜血，身子倒卷，连续退出了数步之后，这才停顿下来。此刻，那些从石鼓皇城内急速而来的长虹也迅速临近，化作了数十道身影。那最前方的一人呢，是一个穿着黄袍的老者，他望着王林，神色有了变化。王林没有去看这些来临之人，而是在那原始山上的宋天倒卷而去之后，大袖一甩，却见那原始山立刻旋转，慢慢的竟缩小起来，最终化作巴掌大小，落在了王林的右手之上。看去，此山缩小之后，如同一个牛头的样子，那之前断去的牛角也恢复如常。这一幕被那宋天看到，其身子踉跄，再次退后，面色瞬息苍白。此山万古大小如常，石骨一脉的大天尊呢，历代从未有人可以将此山缩小到如此程度。但眼前这个王林呢，却是根本没将其炼化，就可以让此山缩小，且看其样子，完全可以操控自如一般。宋天内心苦涩，长叹一声，放弃了一切抵抗，双手抱拳，向着王林深深一拜：“宋某，认输了。”宋天话语中啊，回头看向那来临的众人，这些人此刻一个个神色震动，显然被这一幕震惊了心神。宋某身为石骨一脉守护者，身为大天尊，今日认可帝都皇子，为百年后我石骨一脉皇尊。宋天缓缓开口，目光最终落在了那黄袍老者身上。这老者呀，正是如今的石骨皇尊。他犹豫了一下，想要说些什么，但看了看远处的王林后，却是沉默下来，向着宋天抱拳一拜，点了点头。帝都皇子满脸激动，更是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他梦寐以求的渴望，今日竟如此简单的获得，这让他神色有了恍惚。但他毕竟不是常人，此刻深吸一口气后，立刻向前一步迈去，瞬间来到了前方。他犹豫了一下后，没有去先谢宋天与其父皇，而是转身当着此地其父皇与宋天，还有那诸多石骨一脉的强者，甚至还有那几个皇子的面前，向着王林单膝跪下：谢义父成全。他这一跪，这一句话语立刻让四周除宋天在内的所有人神色蓦然一变，纷纷目光齐齐凝聚而去，露出难以置信与无法想象之意。在这皇权至上的古族，身为皇子，尤其是确定了身份，即将成为石骨皇尊之人，竟向人下跪，且认其做了义父，这种事情超乎了四周诸人的想象，于瞬息间呢，引起了一阵哗然。帝都，你在干什么？第一个开口的是站在石骨皇尊身旁的一个中年男子，此人正是那大皇子。远处的赤蛮呢，内心本被不甘充斥，但他此刻却没有丝毫办法改变这一切，他却是双目蓦然一亮。帝都，你身为皇子，怎可随意认人作父？尤其是你身为未来皇尊，居然向道骨大天尊下跪。那石骨皇尊呢，始终沉默，他看着自己的儿子跪在王林的面前，目中有阴沉一闪而过，
四周的哗然让季都的面色有些苍白，但他的双目却是露出坚定，望着王林。他知道自己如今在做什么，他要以此去告诉自己的义父，自己就算成为了皇尊，对方依旧是自己的义父。王林也看着季都啊，他没有料到这季都竟有如此魄力，当着其父与其诸多族人的面肯做下如此之事。这季都啊，完全可以把义父之言与当年的承诺暗中履行下去，这样的话他成为皇尊的过程将会顺利不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似会出现一些波折。眼看这四周的哗然越来越大，但宋天始终沉默，那道骨皇尊呢，也一直没有开口，只是目中越加有了阴沉。季都，我收下你这个义子了。王林缓缓开口，季都深吸口气。王林在这之前呢，始终没有认可此事，只是他季都自身称呼对方为义父。此刻听到王林的话语，季都再次一拜。百年之后，你就是石骨皇尊。王林没有去看众人，而是把目光落在了石骨皇城的方向。他隐隐能看到，在那石骨皇城内，同样有一座高耸的雕像，那雕像所刻是古祖，那里也是祖庙所在。那大皇子与赤蛮面色苍白，似还要开口时，石骨皇尊那黄袍老者似想明白了此事，暗叹一声，第一次开口说话。小儿能拜得王尊为父，此乃小儿造化，也是我石骨一脉的荣耀。朕不是那道骨皇尊是非不分逼走了王尊，为自己乃至一族惹下祸事，还请王尊留在我石骨一脉，但凡有任何要求，朕一定满足。那黄袍老者抱拳向着王林一拜。王兄若没有其他去处，不如就留在这里见证百年后季都成为皇尊的一幕。宋天此刻脸上也露出微笑，向着王林说道。父皇，义父想要去祖庙，儿臣已经同意了，不过需征求父皇的意见。季都起身向着那石骨皇尊恭敬开口。祖庙若王尊要去，此事朕自然同意。那黄袍老者呀，闻言没有丝毫犹豫，含笑说道。他不敢不同意啊，更不敢对季都拜此人为义父之事有丝毫意见。眼前这个王尊呢，可是杀了道骨皇尊，闯了道骨皇宫后依然离去，甚至连古道大天尊都没有因此而有丝毫的话语。这样的人呢，他如今更是亲眼看到宋天都不是其对手，他如何敢得罪啊？皇权至上，但对于这样的人呢，没有丝毫作用。祖庙在整个古族只有三座，分别在三族皇城之内。在那三座古祖雕像下方啊，每一个成年的古族都会在经历第三损劫时去往祖庙，但却不会进入太深，只是在外围而已。唯有那皇族中人才可以在那祖庙的深处去度此劫。古往今来，很少有人会具备资格在祖庙内闭关，即便是大天尊也很难做到。因这祖庙开启的权力啊，掌握在历代的皇尊手中。王林站在石骨皇城的中心，那巨大的古祖雕像下方，看着眼前这似撑天而起的雕像，王林站在那里沉默不语。此雕像啊，与道骨皇城的雕像一模一样。那古祖背着双手望着天地，神色露出轻蔑与不屑。在王林没有走过三座踏天之桥时，他在道骨皇城看到这雕像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此刻这雕像在他目中啊，却是有了不同。
那神色中的轻蔑与不屑只是表面而已，其目的深处啊，王林看到隐藏了一股悲哀，那悲哀对自己也是对众生。这古祖的雕像是谁雕刻的？王林轻声开口。古道大天尊。在王林身旁啊，宋天站在那里，同样望着雕像，缓缓说道。在古祖消失之后，古道大天尊不知从何处找来了三座山峰，亲自雕刻此像后屹立在了三族皇城内，也正是因此让我等这些古族后人可以记住古祖的样子，而不会随着岁月遗忘。王林轻轻点头，他知道一个种族必须要有一个象征与寄托，若没有着核心的精神存在，则此族啊无法长久繁衍下去，会在岁月中慢慢逝去。显然呢，这古祖的雕像与其那一个个传说，就是古族三脉的象征与寄托。此雕像在，则古族在，古道大天尊身为整个古族的守护者，仅仅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其智慧。这雕像下方啊，只有王林与宋天二人，似默默地在等着什么。不多时，却见从这石鼓皇城中皇宫的方向隐隐传来阵阵喃呢之音，更有一道幽暗之芒冲天而起，直奔此地，环绕在那古祖雕像四周，形成了一圈圈暗色的光环。在这雕像的下方啊，古祖的双脚之间那巨大的山石上有一个弧形的门，此门封闭，但随着那暗色光环的缭绕，此门内传出了轰轰之声，缓缓地打开。王兄，祖庙开启，宋某就不进去了，保重。宋天向着王林一抱拳，王林望着那正处于开启中的大门，目中露出了凝重之意，他能否让李木婉具备进入太古神境的资格，就看这一次渡古族第三损劫是否可以再获得两滴魂血。向着宋天一抱拳，王林深吸口气，向着那祖庙走去。他步伐不快，但每一步落下都很稳，一步步渐渐走到了那完全开启的祖庙大门前，没有丝毫犹豫，一步迈去其内。在他走进这祖庙的一瞬呢，那祖庙大门慢慢的闭合起来，只是半炷香后轰的一声完全的关闭，这古祖雕像上的暗色光环呢，也渐渐消散，重新化作了一道长虹，飞向了皇宫中，不见踪影。宋天站在那里许久，轻叹一声，转身离去了。石谷一脉的族人大都看到了那古祖雕像上的光环缭绕，但知晓王林进入者却是不多，此时啊也被那石谷皇尊下了禁口，慢慢的也就无人再问津此事。整个石谷一脉与往常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细心的族人会发现呢，皇子祭都原本是一直在外，而如今呢却是长久的居住在了皇宫中，而那大皇子在十年后被封王黯淡离去，镇守边疆。1838集，三损二劫。又过了五年，当初最有可能成为未来皇尊的赤蛮皇子也被册封为王，离开了这石谷皇城。此后十五年内，一个个皇子册封为王一一离去，这30年的时间中啊，如今唯一还在皇城内的就只有祭都一位皇子。这30年内，祭都皇子很是安静，在那皇宫中没有与外界进行太多的接触，他的皇尊身份已经确定，他不需要再去暗中行事，他只要做好自己就万无一失。30年后，当除了他之外所有皇子都册封为王离去时，整个石谷一脉的族人呢，已然察觉到未来的皇尊属于谁。渐渐的，祭都开始了接触石谷一脉隐藏的
属于历代皇尊的力量与权力，与其父皇在这余下的70年中要慢慢的过渡交接。这是古族三脉历代新皇交替前都需要去进行的事情。在这段时间呢，也是石谷一脉最安静的时候，一切都在持续。基督依旧保持着一个很好的习惯，他几乎每天清晨之时第一件事情就是望着祖庙的方向默默地看着。他不知道下一次看见义父会是什么时候，但他的这个习惯呢，却是永久不变。很多后来跟随基督的族人都察觉到基督的这一习惯，很是不解，即便是暗中打听也没有丝毫的头绪。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此事成为了一个隐秘。除了这个习惯外，基督在这30年中他没有忘记当年王林的吩咐，他派遣了诸多的族人强者去往了黑石城，在那里默默地守护着一个女子，那个女子叫做宋智。100多年来，宋智也不像是当年的样子，而是有了岁月的痕迹。他始终不知道，在这黑石城内，包括那位城主在内，还有诸多隐藏起来的强者，他们一生的使命是因为他而存在。岁月无痕，转眼又是20年。在这距离王林踏入祖庙已然第50年的这一天，整个石谷一脉举办了一次大典。此大典并非嫉妒为皇之礼，而是他大婚之典。他选择了一个宋天的后人，一个叫做宋玉的女子为妻。这女子很受宋天溺爱，是其后人中不多的几个可以亲自聆听他教诲之子。这一次的大典举办了数月之久，期间呢，其余两族的族人与皇室都来临了不少。其中道谷一脉来临的是一个中年男子，这男子的相貌若是王林看到可以认出与叶墨很是相似，他是叶墨的后人。在这场大典结束之后，当所有来临之人都陆续离开时，在那一天夜里，明月高挂，大地透出一片银色的夜晚，基督带着其妻来到了那祖庙前。月光柔和，洒落在那古祖的雕像上，四周很是安静。基督拉着其妻的手，在这女子不解中走向祖庙。在那祖庙的门前10丈外，基督脚步停顿，他望着祖庙，神情露出恍惚。许久许久，他默默地跪在了那里。他身边的女子尽管不解，但却没有问询，而是与他一同在那祖庙10丈外跪了下来。宋玉，我们拜的不是古祖。基督轻声开口，那女子一愣。我们拜的是我的义父。义父？那女子颇为诧异。义父，基督大婚，娶了宋尊的后人为妻，她以后将是石谷一脉的皇后，今日我带她来此拜见义父。基督神色极为恭敬，这种恭敬啊，是发自其内心的，透着真诚。他永远记得自己如今所获得的一切都是王林给予的，他永远记得若没有王林，自己此生再没有成皇的一天。甚至身边的这个女子也或许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是属于赤蛮。义父，还有50年就是嫉妒为新皇之时，孩儿希望在那一天能看到义父。基督喃喃向着那祖庙一拜，其身边的女子似乎想起了什么，看向那祖庙的墓中啊，透出震惊。她隐隐想起她宋家的老祖宋尊曾有一次无意中提起了一件事，一个名字。当提起这个名字时，那宋天的神色透出复杂与感慨，还有一丝敬佩。王尊，那女子轻声，基督没有开口，而是跪拜在那里，直至许久方才起身，带着其妻默默地离去。但就在他走出数十丈外的一瞬，
一个声音从那祖庙内悠悠传出。你为星皇之日，为父会去。基督身子一颤，猛地转身看向那祖庙，脸上露出微笑。祖庙深处，王林盘膝坐在那里，他的身体散发出腐朽的味道，更有大片的枯萎，整个人看起来如同枯骨残骸，但他的双眼却是依旧明亮。古族三损七劫，当年我在洞府界已成功度过了二损四劫，更是将第三损三劫中的第一劫也度过。古族第三损第一劫为古脉苍穹血，第二劫为古道三分神，第三劫则是最后的一劫，古祖之赐。王林喃喃看着前方，在他的前方啊，有一块石碑，那石碑上啊，刻着有关古族三损七劫的全部。许久，王林闭上双眼，他的脑海内啊，再次回荡当年他度过了第三损第一劫，获得了一滴魂血后，那浮现的声音：我让这天塌，则天就会塌；我让这大地碎，则大地必须要碎；我让这众生亡，则无人敢不亡；我让这苍穹无仙，谁还敢存？我是古，诞生在天地出现之前，存活在宇宙初开之前，可在我之前还是有仙出现，仙欲奴我，那么这仙就由我来毁灭。若我失败，则我之后人世世代代与仙为敌，世世代代是让天下无仙。九滴魂血送我三子，你等统领我古族万民，在九曲三相齐出之日，等待我的轮回，等待我的传承者出现。王林盘膝坐在那祖庙内，其肉身枯萎，看起来如同干尸，那一身白衣啊，此刻也松垮下来，好似披在身上一样。他的脑海内不断的有这个声音浮现。回旋了整整50年的岁月，在最初的时候，这声音若隐若现，如喃呢一样。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在王林的脑海中，这个声音越加强烈，似若咆哮。尤其是现在，仿若有人在他的耳边不断的嘶吼，那嘶吼中透出的逆天与不甘，让王林全身热血沸腾，熊熊燃烧起来。在他全身血液的燃烧中啊，他的身躯血肉似乎无法承受，如被炼化一样不断的枯萎，直至如今若残骸般，但却没有丝毫虚弱的感觉，反倒隐隐似蕴含了一股惊人的生机与力量。似若有一天呢，当王林的身躯再次恢复如常，如他当初踏入这祖庙时一样的那一刻，他的肉身之力将达到一个极为惊人的恐怖程度。古族三损七劫，那第三损有三劫，除了古脉苍穹血外，还有古道三分神，分化之下可以让古族之人在渡此劫时获得古族之力的暴增。很多的古族三脉族人只要具备了27星成圣，其一生中都经历过这三损七劫，尤其是那第三损的最后两劫，必须要在各族的祖庙内方可到来与度。但随着个体的不同啊，每个人获得的提升与造化都不一样。50年的时间呢，王林始终盘膝坐在那里，几乎一动不动，任由那耳边的声音不断的回旋。终于在那祭都皇子在庙前一拜离去之后，王林感受到了体内那三损第二劫来临的迹象。那耳边的咆哮越来越剧烈，身体内的血液沸腾燃烧更是汹汹，
一股燥热之感从他的体内慢慢爆发出来，弥漫他的全身。古道三分神，王林喃喃道。从此地那石碑上，他了解到，这所谓的古道三分神呢，并非是把其元辰分成三份，而是要进行三次分裂后的融合，每一次分裂都要承受莫大的痛苦，如同散功一样，需要他以莫大的毅力慢慢的将其融合在一起后，再进行第二次的分神。且每次融合后，他的元神与身躯将会突飞猛进一样，越加强悍。一旦三次全部结束，他将成功的度过这三损第二劫。此劫不会出现死亡，但其重点却是承受分裂的时间。时间越久，分裂的就越彻底，好处越大的同时，也需承受最大的痛苦。这种痛啊，常人无法承受，甚至就连皇族也都坚持不了多久。大都渡此劫者，往往都不会等到完全分裂，而是在半途中选择融合。如此一来啊，获得的造化与提升就有了差异。在古道三分神中，随时可以选择融合。王林目光一闪，古往今来倒是也不是没有那种具备大毅力者，可此劫虽说不会出现死亡，但若是元神分裂的彻底且完全后，确实会让融合艰难的同时出现无法融合的现象，如此一来就会有死亡发生。故而即便是皇族，即便是具备了强悍毅力之人，也绝不会去这么选择，且即便是选择了，也往往是在第一次分神时去赌一次，至于在第二次中啊，也拿命去赌的人极为罕见。第三次仍旧去赌者更是绝少，且几乎全部死亡。传闻呢，无数万年来唯有那仙罡第一强古道大天尊在第三次中选择了完全分裂，其最终成功。与这三损第二劫相比，那所谓的第三劫实际上已然不能称之为劫难，此为古祖之赐。是当古族族人度过了三损六劫后获得的一次冥冥中的赏赐，或许是一丝记忆，或许是一种不全的神通，又或许是极为精纯的古祖之血，更有那么一丝可能会是魂血。只不过呀，在这一丝可能也是传闻，大都是后人为了希望而杜撰罢了。据说就连古道大天尊在那古祖之赐中也没有获得这传闻中的那一丝可能。只不过呀，据说古道大天尊获得之物极为不凡，但却无人知晓到底是什么。1839集完美。王林深吸口气，他的身体啊，在那血液的沸腾如燃烧中慢慢的颤抖起来，阵阵剧痛浮现而出，与脑海中的咆哮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股奇异的力量笼罩他全身的同时，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元神渐渐出现了碎裂的痕迹。终于开始了，王林猛地抬头，双目一片平静。他等这一天呢，等了50年，能否获得魂血，能否让李木婉的身躯进入太古神境，就看这一次的祖庙渡劫。他的元神呢，慢慢的那碎裂的痕迹越来越重，与此同时阵阵难以想象的剧痛蓦然降临。只不过这点痛苦对于王林的毅力来说他可以承受，只是这才仅仅是刚刚开始。想要获得魂血，在这三损第二劫中就要尽最大的忍耐，去看看此劫的尽头在何方。王林目中闪过一丝果断与坚定，缓缓地闭上双眼，去承受此劫的来临。在王林渡着古道三分神的一瞬呢，其所在的这祖庙古祖雕像身躯外，赫然凭空出现了一圈圈环形波纹，那波纹向着八方扩散，
几乎笼罩了整个石谷荒城。这奇异的现象立刻引起了所有石谷一脉族人的注意。哎，谷祖像出光环之芒，这是有人在渡损劫吗？看着光环九道，这是在渡三损第二劫中的古道三分神呢，且还是第一次分神，若是第二次则是出现十八道光环才对啊。奇怪，这祖脉渡劫从不会为个人而开，每次都需等待，是由皇族组织的，待人数多了之后才会统一开启祖庙一次，可这几年没听说有此事啊。不知这一次这渡劫者有多少人，能坚持多久的时间呢？以往大都是数日后就结束了。对于那古祖雕像上的异常，石谷族人没有太多的意外，显然这样的事情他们已经见过了数次之多，纷纷看了几眼后就收回目光，没有再去理会。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当着古祖雕像的九道光环出现的瞬间，那皇宫中的石谷皇尊还有祭都全部凝望而去。五十年他终于开始了第一次分神，不知他能坚持多久。我石谷一脉曾有人在这第一次分神时用了一年的时间达到圆满的程度，不知此人能否如此。石谷皇尊默默地看着远处的古祖雕像，许久收回了目光。祭都在此刻也于其居住的宫殿内站在那窗旁望着远处，他的妻子在身边随其一同看去。义父，祭都喃喃道，他的妻子拉住了祭都的手，柔和地看着他。更是在此刻，于那皇城外的原始山上，宋天一身青衣从闭关之处走出，他背着双手望着皇城的方向。以他的修为，第一次分神必定会选择彻底分裂，如此一来时间不会短。罢了，我当年在其闭关时曾两次暗中出手，虽说事后我认可祭都为皇尊，但毕竟冒犯在先，而他当年来临后却是没有追寻此事，我便为其护法第一次分神作为偿还。宋天身子向前一步迈去，身影瞬息消失，出现之时在了那皇城的祖庙外，看了那祖庙一眼，盘膝背对此庙坐了下来。祖庙方圆千丈内禁止任何人踏入，违者死。宋天的神念传出缭绕八方，亡灵在那祖庙中承受元神分裂痛苦之时，感受到了祖庙外宋天的到来与其话语，知晓了此人有为其护法的想法。他深吸口气，传出了一道神念与那宋天的耳边回旋。多谢。不用，宋某只为你护法第一次分裂，化去当年出手之举。宋天没有回头，而是看了一眼天空，略一沉吟，不再理会，闭上了双眼。在亡灵神念收回的一刹那，他突然身子一震，猛地抬头，以他如今的修为啊，即便是因已经开始了第一次分神有了很大的不适，但却依旧感受到在那天幕上有一个身影默默地望着此地。那身影亡灵熟悉。师尊。亡灵喃喃道，他明白师尊不会无缘无故离开道谷一脉来此，而此刻的到来显然是想要在他三分神自身处于虚弱时在这为其护法。天空上玄罗望着下方，望着那石谷皇城内的古祖雕像与那祖庙，他似乎可以隐隐感受到其内属于亡灵的气息。他脸上带着微笑，目露柔和。你已经比师尊强了，师尊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你如今分神虚弱之时来为你护法。师徒之情不需宣之于口，如王林与玄罗尽管再不是了名义上的师徒，但在王林心中啊，玄罗永远是自己的师尊，而在玄罗内心，他唯一的弟子依旧还是这个被他带出了洞府界来到了古族大地的孩子。在那祖庙内，王林身体尽管剧痛，但内心却是被温暖环绕。他深吸口气，闭上了双眼，全身心地沉浸在那元神分裂之中。有师尊在，他可以不去考虑任何事情。时间流逝，转眼就是三天。这三天中啊，王林盘膝不动，但那来自元神分裂的痛苦却是越加的清晰剧烈起来，如在他的身体内掀起了一场风暴，要将其淹没一样。隐隐的可以看到，在王林盘膝的身体外有一个光影幻化，那光影与王林天灵连接，飘于头顶。这光影全身犹如皲裂一般的痕迹，且在慢慢的增多，更有一些地方似皲裂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密密麻麻，看起来很是惊心。这光影就是王林元神的外在幻化。三天的时间换了其他的石骨族人，或许有一些已经承受不住这痛苦，选择了融合，但对于王林来说呀，这依旧还是刚刚开始，距离结束还远远不到。三天之后又是三天，渐渐的，这石骨皇城内的石骨族人也发觉了不对劲儿。在他们看去啊，这古祖雕像上的光环维持的时间多了一些。哎，竟然足足维持了六天，还比以往要多出几天的样子。看来这一次渡劫的人中有具备大毅力者。六天，就是不知这批渡劫者中是谁坚持到了这么久。当年我在第三天就无法承受，这种痛苦绝非坚持就可以忍受啊。能让宋尊护法，这些本就是意料之内嘛。不过呀，虽说再次引起了注意，但六天的时间呢也不是很多，渐渐的这里的异常也就被人忽略过去了。直至第九天、第十五天、第三十天，等了两个月之后，那古祖雕像外的光环依旧散发出波纹，弥漫了大半个石骨皇城。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石骨族人以一种震惊的目光总是时而看向那古祖雕像之处。在他们看来，这一批渡劫之人呢，也未免坚持的时间太久了一些。两个月不见任何人走出祖庙，莫非此渡劫者只有一人不成？哎，此人到底是谁呀？竟然可以让宋尊为其护法。两个月，他竟坚持了两个月，看来他是要选择大程度的分裂了。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啊，又过去了六个月，算上之前的两个月，王林这第一次分神呢、啊，足足有了八个月。这八个月中，几乎所有石骨皇城内的族人，每天的第一件事，都是先看一眼那古祖雕像的光环是否还在。越来越多的议论之声更是充斥在石骨皇城的各个地方，这几乎成为了一个话题，让石骨族人从震惊中成为了骇然，又从骇然下变成了激动。到了如今呢，更是激动的最巅峰之时，因为距离一年的石骨第一次分神最长时间，如今呢只差四个月。你们说他能坚持一年吗？要知道我石骨一脉中第一次分神最长的时间那就是一年呢。若非是那人死在了第二次分神上，他或许也能成为大天尊呢。八个月，此人真是疯狂，这种痛苦他居然也能忍受下来。哎，据说宋尊当年坚持了11个月呢。在这石骨族人的议论声中啊，那祖庙深处王林依旧盘膝不动，
但他身体外那光影此刻却已然是支离破碎，光影的双腿已经散去，只有半截身影存在，且这身影也是一片模糊，似透明一般，仿佛随时可以消散的样子。王林本体尽管闭着双眼，但此刻的他承受的痛苦却是极为剧烈，那种元神一点点碎开分裂的痛让他如被千刀万剐，且永远清醒不能昏迷。八个月的承受痛苦还不能让他放弃，王林一直在忍受，他要等元神全部碎开之后再去选择融合。他的脑海中啊，那来自古祖的咆哮几乎成为了他此刻脑中的唯一。我让这天塌，这天就会塌，我让这大地碎，这大地必须要碎，我让这众生亡，则无人敢不亡，我让这苍穹无仙，谁还敢存。在他这用全部力气忍受中，第九个月到来，转眼间第十个月、第十一个月一晃而过。宋天盘膝坐在那祖庙前为王林护法已然十一个月，对于王林能坚持到如今呢，他并没有意外。在他分析，王林应该可以坚持一年左右，实际上一年的时间只是让元神崩溃成为碎片罢了。除了几古数万年前的一个坚持了28个月的疯狂之人，很少有人能在崩溃成为碎片后还不融合，而是选择让那些碎片成为碎末。宋天没有回头去看那祖庙，他计算着时间盘膝不动。当第十二个月流逝，当整整一年到来，当那一年后又过去了两个月时，整个石谷一脉的族人沸腾了。他们望着那古祖雕像上的光环，全部都在猜测这个渡劫之人到底是谁，且此人到底可以再坚持多久。14个月，不愧是王尊。皇宫中啊，那位老迈的石谷皇尊轻叹一声。在这第14个月的这一天，祖庙内王林身躯上的那光影只剩下了一个头颅，那头颅上弥漫了裂缝，阵阵光芒从其内散出，突然的轰鸣崩溃。随着光影头颅的崩溃，肉眼看去王林四周啊再无丝毫光影存在，可若神识一扫还是可以隐隐看出有大量的细微碎片漂浮在四周，那些碎片呢，竟还在持续的碎裂中。1840集，失败。此刻的王林呢，其身躯内生机全无，如同尸体一样，体内血液也不再运转，冰冷下来的同时啊，他更是失去了一切神智，如同真正的死亡。他唯一存在的只有一股意念，这意念呢，就是要继续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的一刻，相互融合。若他能成功，则如死而复生一般，可若失败，则烟消云散。我会失败吗？不，我绝不会失败。他的意念内还蕴含了那来自古祖的一句战仙的嘶吼。其身躯外的那些无形碎片慢慢的碎灭中，又过去了4个月，王林渡着第三损第二劫，第一次分神足有18个月之多，这一次甚至就连宋天也都动容，从背对着那祖庙改变直目而去。他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这石谷皇城内的石谷族人了。18个月的坚持让这些石谷族人一个个似已然习惯了那古祖雕像上总是存在光环与波纹，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啊，却是对此事无法习惯，而是充满了无法置信。第19个月、第20个月，直至第27个月，2年多的时间呢，王林依旧还在坚持。祖庙内其身躯四周那些无形的碎片此刻有近80%
已然完全碎灭，如灰尘一般散开，只有那不多的碎片还在持续的分裂。当第30个月到来，但这2年半的时间流逝的时刻，宋天若非是能感受到祖庙内有意志的存在，他甚至会认为王林已经死了。疯狂之人，他能有如此修为，与其这股疯狂有着极大的关系。他难道就不知道完全的分裂是可以死亡的吗？宋天已然从盘膝中站了起来，站在那古庙外。他神色变化不定，在这第30个月来临中啊，那石鼓皇宫内，老迈的石鼓皇尊心中有了异动。以往时常换来祭都来见的举动，虽说还是如常，但其隐藏在墓中的闪烁，却是似乎只有他自己知晓。不过呀，那皇尊不知道的是，这一切祭都竟也有所察觉，但他此刻却是顾不得此事，而是满心焦急。他焦急的不是自己的皇尊之位，而是义父的安危。当第35个月过去之时啊，就连那天幕上盘膝而坐为亡灵护法的玄罗也露出了焦急之意。他有心想要提醒亡灵，但却担心出现意外。第36个月，与玄罗犹豫中蓦然而至。这一天夜里，那古祖雕像外的九道光环突然爆发出了明亮至极的光芒，那光芒啊，层层横扫，弥漫八方之时，让整个石鼓皇城几乎鸦雀无声。所有的族人全部在此刻放下了一切事情，目光凝聚在那古祖雕像内。玄罗起身激动地看去，宋天深吸口气，后退至千丈外，凝神一望。那皇宫中啊，石鼓皇尊心神紧张，站在其大殿阁楼的窗旁，死死地盯着那祖庙的方向。祭都更是亲自来到了祖庙的千丈外，焦急地看去。祖庙内，亡灵不动的身躯上光芒四射，无数的光点凭空出现凝聚，渐渐化作了一个完整的光影。此光影比当年之影要庞大数倍不止，其内光芒流转，透出一股惊人的威压。在这光影凝聚而出的瞬间呢，其外那古祖雕像九道光环轰然融合成为一道后，爆发出了让所有石鼓族人刺目的光芒，使得这一夜好似成为了白天。更是于这一刹那，却见那融合唯一的光环轰然分离，竟化作了18道光环流转在古祖雕像四周。第一次分身成了，36个月，整整3年，彻底的粉碎，完美的融合。宋天看着这一幕喃喃自语，一些古族族人都相信古祖没有死去，古祖还在。更多的古族之人相信了，即便是古祖真的已经死去，但其灵仍在，仍然庇护着整个古族三脉。否则的话，如何解释这三脉皇城中那古祖雕像的奇异？如何解释那每一次的古祖之刺？如何解释这每当有人渡古道三分神时，那环绕在这雕像四周的一道道光环？古道三分神，当第一次分神时啊，于那古祖雕像外会闪现出9道光环缭绕。第二次分神为18道光环，当第三次分神时，则是出现极致的27道光环。此时此刻，在这石鼓皇城内，在那古祖的雕像外，18道光环环绕，散发出柔和的光芒，更有阵阵波纹，似乎光晕一般向着八方扩散，弥漫了整个石鼓皇城，吸引了所有此地族人的目光凝聚。宋天站在祖庙千丈外，看着上空那浩荡的18道光环，沉默了片刻，转身向着远处走去。他3年前来到这里，是为了补偿当年之事，还自己心的平静。如今呢，他为亡灵护法3年，
尽管这三年一同护法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但他宋天既然来了，便是心中有了决断。若真是在这过程中遇到了危机亡灵之事，他必定会出手。现在啊，第一次分神结束，他觉得自己没有再留下的必要，迈着脚步，宋天没有回头，渐渐远去，回到了其原始山，再不理会此地之事，继续打坐起来。宋天的离开，王林清晰地感受，他盘膝坐在那祖庙内，其身躯上凝聚而出的元神光影，比之前庞大了数倍不止。随着元神的壮大，王林感受到啊，自己的修为境界尽管没有提升，但是却比之前呢强了几分。以他的修为，哪怕强上那么一点，都足以惊人。若这次渡古族之劫，我可以全部圆满完成，且得到魂血，那么再去踏天之桥，不知能不能走上那当年无法迈去的第四桥。王林喃喃，他深吸了一口气，双眼光芒一闪，抬头看着自己头顶上漂浮的光影。第一次分神用了三年的时间，尤其是最后的关头，几乎死亡一样，若非是我的意志还在，怕是就无法凝聚了。这古道三分神与意志有关，但更多的却是运气。王林皱起眉头，他如今算是完全理解为何还有人去完美分神了。运气或许可以降临一次，甚至也有可能降临两次，但连续三次那就极为渺茫了。那么第二次，王林闭上双眼，许久之后蓦然睁开，再次确定了思绪。运气固然重要，但若有强大可以凌驾于一切的意志，则也同样可以逆转。王林双手掐诀，向着上方那光影蓦然一指而去。与此同时啊，其双目再次闭合。在他双眼闭合的瞬间，其头顶上那光影猛地一震，其上渐渐出现了一道道细密的裂缝，古道二分神就此展开。在这石骨皇城的天幕上，玄罗看着下方，脸上露出微笑。他盘膝坐下，继续为这个弟子护法起来。在他的心中啊，道骨一脉需要他来守护，但这个弟子也同样与此刻分神会有虚弱中，也需要他来守护。时间一晃，三年过去，石骨皇城内那古祖雕像上的十八道光环似已经与整个皇城融合在了一起，诸多的石骨族人甚至已然从心里隐隐习惯了这光环的存在。他们虽说还会时而注视着光环，但这时间的流逝中啊，任何好奇之心都会慢慢消散，如今剩下的只是一个猜测，猜测对方到底在这第二次分神中可以坚持几年。三年之后又是三年，整整六年的时间，那古祖雕像的十八道光环如旧，使得整个皇城的天空啊，没有白天与黑夜那鲜明的变化，即便是黑夜，那光芒依旧照耀着整个皇城。当第二次分神中啊，第十年来临时，甚至一些刚刚出生、年纪不大的石骨孩童，在他们看去，石骨皇城的天呐，似乎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十年分神，此事渐渐传遍了整个古族，一些道骨族人、脊骨族人，不时有人来到这里，要亲眼看看这一幕。时间呢，还在流逝。王林于那祖庙内，其头顶上的光影，在第十年到来时，四分五裂，化作了无形的碎片。他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但却依旧忍耐着。那些无形的碎片呢，正慢慢的碎开，当他们成为碎末之时，将代表着第二次彻底的元神粉碎。石骨皇尊，这位年迈的老人似乎放弃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渐渐的不再去理会
这古祖雕像的光环，而是指导祭都慢慢继承其皇位。距离祭都继位的日子呀，还有不到40年。对于凡人来说，40年等于是半生，但对于古族之人而言，40年尽管还算漫长，但却并不遥远。在祭都慢慢掌控了石鼓一脉诸多的隐秘之时，又过了3年，王林第二次分神已然进行了13年的时间。更是在半年前呢，一股莫大的威压突然从这祖庙内散出，笼罩祖庙四周的同时啊，更是产生了一股奇异的力量。这股力量环绕下，阻止任何神识探寻的同时，更是阻人踏入。玄罗在天幕上带着担忧望着那下方的祖庙，那股奇异的力量就连他的神识也无法沉入其内，甚至他可以感受到，就算是自己亲自走入，也无法在这股力量下踏入庙内。这股力量属于古祖，属于那滴古祖魂血。在这祖庙出现如此变化之时，在那原始山上，本打算不理会祖庙之事的宋天突然睁开了双眼，目中露出一丝惊疑，看向祖庙方向。第13年过去，14年来临，在那奇异的力量弥漫中啊，王林的气息已然消失无影，不知死活，甚至连其第一次分神时散出的意志都无法被人感受得到。唯一的标志，王林或许没死的，就是那古祖雕像外的18道光环依旧还在，无人知晓此刻那祖庙内王林身躯外之前存在的诸多无形碎片，早在半年前呢，就已经完全成为了碎末，已然完整的分裂开了。只是在分裂之后却出现了无法融合的现象。这半年内啊，王林凭着其莫大的意志强行融合了数次，但却始终没有成功。他的意志在这数次的强行融合下已然慢慢减少，极为微弱，不可察觉。他的身体内生机全无，只有这不多的意志还在顽强地一次次融合。其身躯上总是会出现大量的光点，这些光点慢慢地凝聚在一起，隐隐显露出一个光影轮廓后，却是再次出现了不稳，轰然崩溃，向着四周爆开中啊，那些光点一一暗淡，消失无影。这是第13次。